三种不解的诡异文具。第一个诡异文具，自动铅笔盒。小学的时候你有这个东西，超帅。上了高中之后，装装看啊，橡皮擦，削铅笔机。他妈，什么东西要装我这盒？敌方飞机来临，呼叫总部。有不啊？第二个诡异文具，铅笔后面的橡皮擦。小时候很常弄丢这个橡皮擦，紧急时刻以为看到救命稻草，结果啊，橡皮擦，橡皮擦，橡皮擦。橡皮擦耶。那你鱼骨头。第三个诡异文具，彩虹笔。国小时铅笔盒里必放的一个东西，使用次数不超过三次，不是头断掉就是笔芯不见，总而言之是超难用。我画了一张图来上色看看。蓝色的云，绿色的草，红色的花，绿色的草，绿色，绿色。